我们这个工作呢，从2018年11月份开始了之后，到现在为止已经进行了有第三个年头了。而这个工作现在我们也取得了非常大的这个一个成果。现在我们发现了有这个汴河故道，有这个金元时期的这个河堤，还有这个周桥这个本体，发现的遗物呢，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有3万多件。